就是这里了吧？没错，根据藏宝图上的位置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不过浪哥，你这藏宝图靠谱吗？嘿，这可是我花重金拿下的。还记得那天早上我巡逻的时候，哎，前面有个乞丐老大爷。我说老大爷，怎么这么大把年纪还在外边行讨？您儿女呢？哎，过去年轻的时候，我确实有过一个儿子。我和他在一次航海的时候，不幸英年早逝。现在我孤身一人，只能靠乞讨度日。哎，真是太可怜了，我见不得这些啊。那个大爷，给，这是我所有的蛋币，都给您了。蛋币到账2000个。小伙子，我看你也是有缘，这份藏宝图就给你了。到账藏宝图一张。海上藏宝图，大爷，那您年轻的时候不会是航海王吧？哎，老了，以后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。你听听啊，人家大爷的言语一听就不一般呐。没错，这藏宝图绝对没有问题。哎，出都出来了，靠不靠谱都得跟着你了。兄弟们，麻烦给我们俩点赞支持一下，祝我们啊找到宝藏吧。OK， 没问题。走吧，秀儿。冲吧！哎呦我的妈！咱们放下小船，登岛找宝藏去。Later。到了，秀儿，就这里了。哦，浪哥，这石头上好像有图案，对应的就是地上的武器，咱们快把它放上去。嗯。哇！哇，浪哥真的出来了！好好好，看这2000蛋币并没有白给呀。嗯。走走。哇！前面就是地图上说咱们要找对应的颜色星星，放到石桌上。找到了，是粉色的。我也找到一枚黄色的。走，快放上去。秀儿，我去拿红色的。哇，金色传说。哇，发财了，发财了。哈哈，是啊是啊，但老首富在向我招手了。哇哦，走，秀儿，咱们只要安全回去，这波水赚呢。不好，秀儿，咱们的船被袭击了。我的妈，是巨型章鱼怪。快快快，快去武器库拿武器。秀儿，触手是章鱼怪的弱点，咱们攻击它的触手。想要逃跑，准备开炮！开炮！哇 ！Nice， 这下终于可以安全回蛋岛了。浪哥，我要买数不清的零食。好好好，买买买！我呢就回岛上啊，脱下保安服，学习机甲大佬，潇洒过一生去。什么？你说我们要赔那艘船100万蛋币？没错，浪大队长，这艘巨船是弹岛最大的船，这次因为你们被章鱼怪袭击损毁严重，维修的难度不亚于重造一艘巨船了。我心态崩了。